之前你们有经营过餐厅的经验吗？有啊，我经营餐厅都倒了。明哥，再来音乐。今天一定嗨到爆！今天是礼拜天，腰间的肥油咔咔掉，人鱼线、马甲线，我想要。你们想象一下，一会儿见到合伙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？其实这次去中餐厅，我这些人平常没有机会遇到过。那你不熟，我更不熟。你认识他们吗？哎，你想随便讲出个名字来，我听听看。小明哥。对，还有呢？其他的？桃子姐。谁是桃子姐？樱桃。人家樱桃是个小女生吧？你别闹，你千万别叫人家桃子姐。我先跟你说，那边去的人搞不好都比你年轻哦。真假？真的，我先跟你讲。我都已经打扮这么的年轻了，我还会被人家认为他们比我年轻吗？亲爱的，你不要闹了。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的年龄，把我的年龄拉垮了。年龄就明明比你小很多，我小你6岁，可是人家一听到你的年龄，然后就想说啊，我大概跟你差不多。我们不用一直提出年龄的事情，谢谢你啊。你们有想过去中餐厅能够做一些什么吗？你有想做什么？我觉得我什么都能做，除了算钱之外。我觉得我适合当送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拿菜，第一个有力量，再一个我动作利索。虽然我过去没有在餐厅做服务过。哇，谢谢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哇。坐了这么久的车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啊，张不开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太漂亮了，这边也写中餐厅了。哇，这很梦幻哎！哇，在湖的前面，就是。哇，而且这中餐厅的房子好可爱啊，还有玻璃屋。哇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全部都是吗？那哪一个是门呢、啊？那也是中餐厅，这也是中餐厅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先进去找店长才可以。哎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来。哎 ，Hello。你好，我们还没开始营业。你好，哦，哦，跟红哥，我，哎呀 ，hello hello， 我这个，我是跟红，你好你好，这这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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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老婆 Vivi， 你好你好，金天启，小明哥，小明哥，跟红哥来了，跟红哥来了，嗯。